天呢，他就做了个梦，他梦见他死了，然后地府的人就派阴差来抓他，但是这个书生见到这个阴差，但他一点也不害怕，他还跟着阴差在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，因为阴差就是牛头鬼。你听过呀？这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听过的笑话了，你也太老套了吧。人生在世，当做想做的事，当陪想陪的人，这才长贵。